可能我又是一個參賽者啦，又重新以參賽者的身份咧去參加呢個活動啦，所以我就個心態就是想盡量做到最好俾大家睇咯，咁所以都會俾咗好多壓力自己嘅。跟我最熟，我想都是做 wing， 因為佢我是第一個認識佢嘅，咁我一入到 TVB 第一個見到的就是佢啦，咁而且佢又係同即係佢都同 Serene 係同一個國家嚟噶嘛，我覺得親切感都好強咯，因為我同 Serene 都熟嘅，咁所以就會覺得佢好 nice 啊咁樣。佢好叻女嘅，佢第一日嚟咧已經識得講廣東話，因為佢第一次講嘅啫。咁但係佢都已經識得講好多好多，同埋佢都會叫我即係多啲同佢講廣東話，我都希望可以幫到佢啦。